妈，没事。 山谷找遍了，怎么还找不着？幸好没摔破，既然丢了，何必非要找回来？ 只要有心，即使错过，也能再次拥有。我又给你熬了芙蓉白玉汤，多喝点补补。哎，柳姑娘。 我好歹也是天界的斩妖士，没有普通人那么脆弱。你不用每次都这么费心。天界的怎么了？那也不能饿着肚子呀，饿着肚子哪有精神对付血魔啊？快喝吧，喝啊！ 你别再对我这么好了，要不然我怕我真的越来越还不清。谁要你还了？我自愿的，只要能照顾你，对你好，我就开心，什么烦恼都没了。嗯，哎，对了，王道长可有摘到换洗哟？ 真想看他穿女装是什么样子，应该会好看吧？但可能有点黑。嗯，别提这事儿，一提我就来气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你快跟我说说。我大哥钟云飞为了救那个李义奇，擅作主张，把欢喜又喂给他了。 啊，那剑仙李义奇岂不是要变成男人了？姑娘，你重点好像跑偏了吧？抱歉抱歉。但我觉得，钟道长在做出决定的那一刻，应该也很痛苦，事后内心应该也挺挣扎的吧？他挣扎什么呀？他每次头脑一热，他就做决定。 痛快的很，嗯，一边是兄弟的梦想，一边是一条活生生的人命，这换成谁都不好选，也是难为他了。你真这么想？是啊。要说王道长不生气，那是不可能的，但我还是觉得，钟道长做了一个正确的决定。 怎么了？汤不好喝吗？罗雀，这汤真是你亲手熬的？是啊。你熬的汤里怎么会有毒呢？这不好，中计了，快走！ 挺机灵的，这锁灵散无色无味，入口就能发挥效力。就算你有再大的本事，
也无法施展了。我真的不知道这汤里放了什么锁灵散。你这个叛徒，要是事先让你知道，他还能中计吗？你也太小瞧我了，真以为换上嫁衣的时候我没发现你手掌现形了吗？我之所以不动声色，就是为了让你连反击的机会都没有。真是够阴险的。杨铁梅，你以为一个锁灵散就能锁得住我吗？你的灵力没了就跟个凡人一样，我倒想看看你怎么逃出去。说，你把红线藏在哪儿了？否则今天我就杀了你。我不会让你们伤害他的。你给我让开，让开刘雀，今天我一定要杀了他。吴小童子，出鞘。你这个臭掌门，居然敢毒害我们的主人，不要脸！卑鄙！下流！不要脸！不要脸已经骂过了，把这两个不长眼的东西打成猪头。缠住他们，不要伤人。尽力了，可刘雀姐姐的心脉断了，我们实在救不了她。刘姑娘，对不起。别这么说，都怪我太粗心了，差点害死你。你不能死，该死的是我。我柳寒烟何德何能，值得你这样对我？你当然值得，因为我真的很喜欢你，但是你从来没有喜欢过我。我决定下辈子我要做一个你喜欢的人，然后故意不喜欢你。记得你的好，从来是阴天，是阴天，是爱的境界，奈何永远都是这情深一片。从来是俗人，是执念，是你我之间，奈何情
离南海派的地方了，不能再往前走了。大师兄，先宝附近已经找遍了，你觉得师姐会不会藏在南海派了？不会。堡主杀了丁刚，就算丁晓峰想收留红雪，他们南海派的人也不会答应。那师姐会不会已经离开蜀山了？柳寒烟失去了灵力，刘雪受了重伤，他们应该走不远。只要能找到他们，暗中的跟着，就一定能找到红雪师妹的下落。走，我们这边找，跟上。姬贤，为何又收了他们的剑？紫青双剑乃是仙骨遗针，一阴一阳，剑性截然相反，只有真正达到人剑合一，才可以安全合璧。倘若操之过急，贸然合璧，就会有人剑俱毁的危险。刚才是我冲动行事了，以后一定不敢再轻率行事。大哥，出大事了！寒烟身份被揭穿，不止失去了灵力，还遭到了围捕。那你陪他们训练，我去救人。嗯。柳姑娘，你对我情深意重，是我辜负了你，请允许我，未经你同意，便留下了你的发簪。见他，如见你。小心点儿，别打草惊蛇。回去转告杨铁梅，多行不义必自毙。如果他再敢逆天而为，是绝对逃不过天道的制裁的。你少给我装出一副正义凛然的样子，你明知道南海派已经甘心效忠血魔。我懒得听你废话，快滚。怎么不滚啊？非得逼我动手是吗？你大师兄，我们不是他的对手，我们还是先撤吧。
凌云飞算什么东西，竟然代表天道来威胁我，我看他才是助纣为虐，逆天而行。堡主，现在线索都断了，红雪恐怕更难找了。哼，钟云飞能那么快就赶到，可见他一直在暗中观察我们的行动，红雪应该还在蜀山。你带人继续搜索，一旦发现他们的下落，不要急着动手，立刻回来通报。是。离天狗十日只有三天，红雪，我们再来。将一统天下，阿英，你不要让我们失望。阿英，你的伤没事吧？没事，大哥给我服过灵药了。你们看，红雪，是我对不起你，我是不知该怎么面对你，所以只能选择放手。倘若换成是我，我也会选择放手，再也不要相见，因为只怕一见了面，就要面临谁先出手的抉择。他俩这到底是醒了还是没醒啊？别说话。如果真到了那一步，我只希望先出手的人是你。如果是那样的话，我会愧疚一辈子的。我不要你愧疚，也不要你难过，我只希望你能好好的活着。活着，你可知我宁愿死在你的手里，也不要那么痛苦地活着。我用几世才历经，幸好这一切都过去了，我们谁也不用再痛苦。
谢谢你愿意把错过的重新找回来。让你独守这悲哀，我要几生才能将这乱世更改，要冲破多少阻碍才来你入先剑，青的剑，紫的剑，每天练一练，强身又体健，快活似神仙。我幸不辱命，敢在天狗十日之前让他们人剑合一，如今他们以神魂坚定，随时都可以双剑合璧。我替天下苍生谢过剑仙了，我也要谢过中道友救我一命。虽然剑仙，剑仙你无碍，这正是我要说的，你们所谓的欢喜忧其实并非救人之草，而是一株要人性命的毒草。啊，毒草。那日我被血魔袭击险些丧命，其实并非他那一掌给了我致命一击，而是因为多年前我是药中毒，一直靠体内灵力压制毒素蔓延，而他那一掌打散了我的灵力，导致我体内毒发无力回天。然而你们为我服下了欢喜忧，谁知双毒相克，竟然化解了我体内的余毒，我才得以活命。也就是说我们差点害死你，结果却误打误撞把你给救了。所以欢喜忧也没有变换性别的作用。虽然只是我的猜测，不过我认为这一切都是血魔岛的鬼，他利用中道友想要变成女人的心愿，其实是想要借机除掉他。剑仙，其实是这样。你这也太危险了，你。哦，那接下来的事情就有劳三位费心了。剑仙放心，我们一定不负你的期望。双剑合璧之时，只要有一人分心，后果不堪设想。你真的能够信念坚定地面对自己的母亲吗？其实我倒有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。大师兄，快看，刚才那个人是副曲道长，他们或许就躲在谷底。难怪一直找不到他们，果然是越危险的地方越不容易被发觉。走，我们回去禀报堡主。是是是。堡主，那边。
你们以为逃得了吗？我有说过要逃吗？哼，你以为这个阵法就能治得了我吗？只要你感受一下。清楚了，这里面到底是杨铁梅还是血魔？公主，公主。说，你也是个有头有脸的妖，拿凡人的性命当保命符，你就不嫌丢人吗？激将法对我没用，你要真的想救杨铁梅，除非你交出降魔戒。娘，小子，你可别犯蠢。娘，黄雪，我的好女儿。娘舍不得你，不要，娘，不要，求你了，求你了，不要，公主，啊，啊，求你了，为什么会有一丝丝疼痛？这可真是怪事啊！娘，帮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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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娘，娘，娘，娘！谢国知道紫行双剑还在人间，他一定会保护魔婴，我们要在他之前赶过去。嗯，大师兄，麻烦你先带师兄妹们回去，替我娘好料理后事。这是妖界最强的结界阵法。魔罗之门，又名修罗傀儡阵法，是当年玄光大帝开创三界之时，为了对抗虚空中的邪灵所创造的，将原始混沌状态的修罗元魂制成傀儡，来作为这个阵法的初始阵法，与天界的昆仑无极阵法，还有人界的
五行阴阳阵，被封为三大奇阵。三界开创之时，不知妖帝如何习得这个功力。这个阵法相当强大，想当年上古仙魔大战的时候，很多斩妖师和天界仙尊都折损在了里面。妖帝不是被封印在无极时空里吗？怎么会在这个法阵里？这是我所担心的。当年妖帝被封印之后，这个阵法就已经失传了。可是现在邪魔又把这个阵法搬过来，那就说明我们要对抗的不简简单单只是邪魔了，而三界更大的腥风血雨就要来了。福兮祸所倚，祸兮福所伏。既然这个邪魔敢搬来这个阵法，说明魔婴还在里面。天狗十日的时间也马上就要到了，时不我待，身为斩妖师，我们必须尽天之所责。那还等什么？我先下去。慢。我先用灵力符咒封住了你们的身世，这样防止你们被邪魔夺舍。而且这个魔罗之门阵法非常的强大，里面不仅有法力强大的修罗幻影傀儡，而且还很容易迷失方向。如果在里面迷失超过三个时辰，可能就永远出不来了。我们进去的首要任务必须得赶快找到这个魔洞，所以不论遇到什么情况，我们都不可以分开。黑的，什么时候才能找到魔洞啊？是啊，已经过去一个时辰了，魔婴气快要破茧而出。如果再这么漫无方向的耗下去，就算不碰上修罗鬼刹，时间上我们也耗不起啊。我刚才用神识查探过了，这个阵法相当的强大，而且阵法的空间无边无际，看来想找到这个魔洞也真的是难上加难啊。道长，既然现在找不到方向，时间又迫在眉睫，不如我们索性就分头来寻找，这样找到魔洞的希望也更大一些。不行，从我们进入结界之时，这个阵法就已经启动，表面上它看着平静安全，可是迷雾里面早已危机四伏，如果我们分开的话，后果不堪设想。你和小峰是打败邪魔使出双剑合璧的唯一希望，所以你们绝对不能以身试险。李小峰，
朱道长，天狗时日马上就要到了，那你们的死期也快要到了，那我也会让你死在我手里。小子别得意，我倒要看看你们的紫金双剑怎么合璧。就在此处，怎么就是看不到呢？天狗已经开始食日了，红雪生死未卜，大哥又找不到了，这可怎么办啊？同年同气同欲同天地，一月一摇一枕一梦魇，他山边海无界无远行，历尽千金换一场激励。同年同气同欲同一片天，山边。